大家好，我是二哥老师，每期一个知识点教你学种菜。今天给大家示范怎么样把这种无限生长型长得比较高的修成这样子矮的。番茄矮化栽培是我们和花友共同实验出来的，通过不断的摘心就可以实现。我来示范一下，这是第一次摘心，下面留三片叶子。通过第一次摘心之后，现在长出三个侧芽，我们来进行第二次摘心，每一个侧芽留两张叶子，在这个位置砍下去。这边也是同样，一二三四五六，像这种有五六个分支的，我们就可以停止摘心了。这三盆都是迁徙，这两盆是双杆整植的，这盆是矮化栽培过后的。我们做番茄的矮生栽培的时候，需要打矮桩素吗？不用，盆用小一点，多栽几次心，分支多了，它就不容易长高了。这三盆都是迁徙，怎么产量差那么多呢？跟施肥有关系。